天堰，离愁乌悔咽下片，破玉砸雕连几遍，应在左右莫拖延。就是，对。想我出家年岁大，旧自细点点破花，生情志，志向难化，得结春尽啊。说好，我答应和你出家。但是你要下定决心，一旦入佛门，就要坚持修行，绝不退转。好，去做，会照师父的话去做。法师，俗家小儿结众，虽然年幼，却是有心向佛。道良，恳求师父授伊为道，再带得做下下习修业。既然法师同意，汝那也落得受此加道啊！吉宗啊，这寺内的规矩，加吉祥的应对进退，你敢拢会晓咯？也是生活上，敢有啥咪无适应的所在吗？启禀师父，我拢知影，师兄大家拢对我真好，不但教我规矩，嘛拢真照顾我，真好。那安尼，今天师父就要来教你三论治学的源流，以及咱师门法门的传承哦。是。三论治学是由龙树菩萨所开创，提婆菩萨来承袭，后来传入到西域。由鸠摩罗什大师将三论带来中土，而且阁将伊翻译完成哦。来，你遮坐。是。
求摩罗什大师，我知影，我曾经伫咧妙华莲华经看过伊的名。无唔对，伊是一位的大译经家，翻译过真济经典，尤其是大乘经典，参照是《摩诃八戒》《般若蜜经》，以及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这顶顶真重要的经典，拢是出自伊的手笔啊！你看这卷《法华经》。哎，但是鸠摩罗什大师是安怎会来到净土？鸠摩罗什大师本是西域库吉国的人士，最初学的是修行，后来跟随苏里亚波罗尊者学习大乘，传承龙树菩萨的中观思想啊。岁年年，春又秋，殷勤修道，爱如修，青年杰作。三论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在中庵被翻译出来，由鸠摩罗什大师以及伊的弟子大力弘扬。所以啊，咱师门的三论之学是直接继承鸠摩罗什大师的哦。并非如此啊。鸠摩罗什大师甲伊的弟子大力弘扬三论，尤其是净条法师所写的条论，影响深远。但是因为后来啊，这北方发生动乱，三论之学才渐渐失去传承咯。哦，那呢？咱所学的三论之学是来自叨位啊？这就要讲到咱的祖师净龙大师咯。哦，阁有祖师？哇，师父，紧的啊！我想要知影祖师的故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啊，紧坐好。师父啊，马上讲给你知哦。师父，坐好啊。咱的祖师净龙大师是了当的人士，这了当甲故呢相连一体，所以啊，嘛有人称呼伊叫做故呢龙。也依在北方有机缘得到三论，才来学习到观佛故意呀。什么是观佛故意呢？因为中庵在关中，金陵为何，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甲伊弟子的学说，就被称为是观佛故意啊。这猜想起来，因所弘扬的中观思想，虽然啊，因为战乱失去了正确的传承，但是在北方也是留下真大的影响啊。所以
师祖，伊才有迄个机会去学着三论治学。嗯，青龙祖师在这条之时，跋涉千里来到江南，在立山妙红三论，牛武帝多处下诏回来请伊下山，但是拢被伊所来拒绝。后来呀，牛武帝只好派了十位的精灵前到立山，向伊学习三论啊。只是可惜，最后啊，只有一个人得到祖师的真传哦。哦，我知，迄个就是师父的师父，我的祖师净传大师咯。是啊，你的师祖净传大师传承三论之学，后来啊，依据立山之关系，重新立出山林。我在之关系也曾经受过伊的教导，服了当今皇帝诏请，才来到建皇庭中一个兴风寺，有此机缘，供奉三论之学啊。哦，所以咱的师门传承，就是由净龙大师到净传大师，然后到师父法隆，即马就到结宗我咯。无唔对啊！嗯，安尼结宗我，一定要召集三论之学传承落去，要给发扬光大。嗯。这大圣经典啊，本是一体，不可偏废。尤其是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会三归一，意义非凡。嗯，师父今天就先教你来背诵《法华经》。是花花经，两位同我请，这就是大殿，也请两位先礼佛，然后我才带恁来去四处参观。多谢师父。大殿宏伟庄严，富丽堂皇。嗯，兴鸿寺不愧是京中名寺啊。小师傅，阮自岭南而来，你敢会当为阮介绍这兴鸿寺的历史啊？可以啊。大约在100多年前，老宋的时代，西凉精灵道明法师，伊南来的行师弘法，宋明帝在建阳门外，也就是即马即个所在，创建了本寺咯，请道明法师做主持，培修皇家重师，这就是本寺的起源啊。后来又阁有宝智禅师，鼎鼎大德，拢在本寺主持弘法，一直到了本朝当今皇上，召请我的家师法隆法师主持弘法，宣讲《华严经》《大品法界经》
三轮以及大地道轮。每一摆，我的家属伊若订单宣讲之时，哇，迄听众拢有千多人哦。阮就是听闻法隆大师宣讲三论十分的精妙，所以慕名前来，可惜未当亲耳听到，实在是非常的遗憾嘛。是啊是啊，那不如请小师傅为阮讲这三论的重点。小静，我知影，只是真有限，不敢妄言啊。小师傅。我看你言谈举止大方，讲话又搁条条有理，必定是法隆大师手下高徒，请你一定要为阮解惑啦。是啦，小师傅，你就免谦虚啊。既然是安尼，那我就尽我所知，为两位六岁三律吧。我生你强听。吉从师弟直接为宾客介绍三论。是啊，咱是毋是先听看卖？地佛陀离别五百年后，天地佛教布派分立，各自执着积极，偏离佛陀所教，失去毕竟空的真理。两丘菩萨。已经替婆菩萨引出作论，破毒即灭。三论相应化作方言，大部中道，两边不。天地星空，万花皆是。天地多端，是相亲理。中论里的教化。从师弟三言两语就抓到重点，实在是无简单啊！也不枉费伊每日读经合论，灌不离手啊！是啊，吉从也已经接近了受记足戒的年纪了，也应该是好好来找一个机会。来考验了伊呀！师父，你有要紧无？我无要紧啊，只是早暗念着风寒，嗽甲嗽声而已呀。师父，安尼发誓，
是不是爱暂停？这法式不用暂停，吉总啊，不如你就代替为师顶单，将我平日所讲的内容向信众宣讲就是啊。哇，师父，不可啊！这是为什么呀？师父，吉总免去。向我将人命相骗，你呀、啊，只要照师父我所讲的内容，那是有什么错误的所在，师父啊会指正了你呀、啊。但是，哦，也佫有苏雅英弟的，这种怎敢见我的？师弟不用多虑，这是师父给你考验的机会，你应当要好好把握才对啊！啊？嗯。既是师父的命令啊，来考验，我就提起勇气啊来的行动，经历也总一毛钱，将用电单包装呀。今天我师父身体未恙，无法亲自说法，奉家师之名代为宣讲三论的宗旨，各位请坐。这三论的宗旨最主要就是无所得，也就是爱使咱的心不执着。无论是三世诸佛、古经大德、因感经论法、开悟众生，拢是要使众生的心不执着。这是安怎讲呢？因为执着是众苦的根本啊。从自从进入佛门了后，我一直会记得师父你的交代，我有认真学习，不敢懈怠，好好好。
安尼，我终于会当放心，当离开你乡愿咯。离开？叔，你要离开？